持人在台上卖力带动气氛，一年一度的高雄国际旅展在展览馆盛大开张。来台湾最大国际旅展2022高雄市美食工会国际旅展盛大开幕。只有四天的时间，民众都赶紧来抢好康，特别是现在国门还没开放，业者推出各式各样的国内游程，岛内岛外都能很好玩。因为太久都没有出国了，就很想跃跃欲动的心水来参考一下。随着疫情的趋缓，国内旅游市场日渐昌盛，身为观光产业的一份子，非常感谢政府在疫情这段期间给予种种的补助方案，有效的协助旅游业顺利的度过经营难关。现场虽然没有空摊，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，实际上旅宿业者只占了一半。疫情严重影响了业者参展意愿，但仍然有许多国外单位前来设摊。疫情趋缓，紧接着就要迎来振兴，配合交通部观光局的国旅补助，业者祭出最杀优惠。国旅现在很振兴嘛，这应该是可以让民众得到一个很好的资讯，也可以得到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。那过去从109年的一个安心旅游，到去年的一个国旅券特色团游，到现在一个很夯的这个悠游国旅，我想这就是旅游的先进，跟交通部观光局大家一起来努力。振兴观光不止中央要努力，高雄市政府更是在加码，要抢攻这波国旅商机。中央国旅其实本来是靠班的，这样，那第一档、第二档就停在到7月15日，那这个时候，周立文局长又开始来摇铃，谢谢。这用奈啦，用强的，再用奈啦，所以我们高雄市推出全国唯一的配合中央的周间五到千。旅展现场相当热闹，虽然是平日，但还是涌进了满满人潮。各县市的单位都趁机来行销，顺着国旅补助这波浪潮，带动沉寂已久的观光产业。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。